喂，这里是公园前派出所，您好。喂，小姐你好，关于您订购的那个。什么？我没有订东西啊。阿良，是不是你又在乱花钱了？就是。所长不是叮咛你，领薪水就要好好存起来吗？哎，你们是什么单位？我们是火箭物流。火箭？我听到火箭有人在呼唤我们的声音。小姐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。喂，先生，您先前订购的飞机被因为一些流程错误导致下单变更为12个。哦，那就寄啊，我刚好需要啊，我刚好需要12个啊，寄来啊。那扣款退费的部分需要您至 ATM 操作。哦，扣款啊，没差。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，我们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啦。白痴，这种你想骗？喂，小姐你好，关于您订购的飞机杯，说说杯，就是我们发生了一些飞机杯啊的情形，我听不懂啊，就是飞机，该不会是我买，又在网站上面乱买什么东西了吧？没有及时处理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报警的问题哦。哦，你要叫警察啊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旁边刚好有一个漂亮的警察接接，我把电话交给他听哦。好。喂。这里是公园前派出所，您好。喂，小姐你好，关于您订购的那个。什么？我没有订东西啊。阿良，是不是你又在乱花钱了？就是。所长不是叮咛你，领薪水就要好好存起来吗？哎，你们是什么单位？我们是火箭物流。火箭？我听到火箭有人在呼唤我们的声音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我们是穿梭于银河之间的火箭队爱人组。这就笑他说我们是笑笑。